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我是陈廷宇。节目开始要带您来关心最近世界的焦点，在4月27日即将登场的两韩峰会，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徒步穿越这个南北韩边境的军事警戒区板门店，踏上南韩土地，与南韩总统文在寅进行史上第三次的两韩峰会，双方领袖级对话，渴望进一步开展双边的交流。在这个历史时刻，独立特派员推出了半岛何宇平的特别报道，近距离观察在朝鲜半岛分治的两个国家。首先，我们从南北韩交界点板门店看起。1953年宣布停战后，在38度线上的板门店，双方协议设置共同警备区，平日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用一道水泥墩作为军事分界线，象征无形的38度线区隔南北韩。现在共同警备区仍然戒备森严，不过昔日紧张肃杀的气氛最近也稍稍缓和，只有当游客到访的时候会派军人站岗，也让军事最前线变成了造访两韩，特别是到北韩必访的旅游景点。透过两边不同角度的观察，记者卓冠奇、黄振渊揭开板门店的面貌。跨越38度线，军事禁区，终结65年停战状态。半岛和平之路，前进板门店。北韩有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在平壤市郊高句丽建国始祖东明王高朱蒙的陵墓，另一处就是在最接近南韩的城市开城。前往38度线军事禁区，必定得先经过开城。开城是千年古城，有高丽王朝最早的大学成军馆，1000多年了。高31米，周长6.45米，成了四个人坐起来的。千年银杏，老树参天，世界文化遗产成军馆，现在也是高丽博物馆。北韩重视历史文化，规定景点的讲解员都必须穿着民族服饰。1392年，存在500年的第一个统一国家。开城的命运多舛，二战后因为位置在北纬38度以南，被划入南韩的领土。韩战3年后，开城又被并入北韩。游览古迹的气氛还算轻松，但越接近板门店，导游便开始三声五令，不要挑战禁忌。那里有那个很多站岗的人民区，所以呢，就我们下车之后呢，不可以开。进入非军事管制区检查哨前，一位北韩军官先解说板门店建物位置示意图，待会也必须在这位军官陪同与监督下进入戒备区。这条路也就是金正恩即将踏上的和平之路，只不过相机重见光明，第一个看见的还是金家三代。金家谈判当时呢，就我方坐在这边，美方坐在这边。前线在打仗，停战谈判也同时进行，北韩把责任推给了美国。在这一年期间，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受到了很沉重的打击的美国，1950年6月30号向我方提出了停战谈判的要求。的时候呢，向我方提出了在野外打个一个帐篷，简单进行了这个签字仪式。但是这是美国的规矩，他们不想留下了自己的惨败相和侵略相。
1953年7月27日，北韩代表与联合国驻军代表共同坐在这里签字同意休兵，所有的文件原封不动留在原处，唯有北韩国旗始终如新。所以当时我们金正恩元帅来过这里说，这个朝鲜战争是我们朝鲜人民的胜利，以后美国再次发动战争的话呢，就烧到就我们朝鲜人民紧密团结起来，烧到美帝侵略者。紧接着还有北韩国父的亲笔签名，但金日成到死之前两韩仍处分裂，不过北韩人就是有办法将朝鲜半岛的未来和他扯上关系。所以我们伟大临时金日成主席，他为了朝鲜的统一，所以献出了自己的一生。所以他就是当天我们7月7号晚上审批了这个文件上留下了亲笔，没过几个小时突然离开我们朝鲜人民的身边。板门店前线中的最前线就是这一块共同警备区，七栋建筑除了中间三座蓝色，旁边还有四栋白色建筑，中间凸起一道细长的水泥墩，就是让南北分隔几十年的军事分界线。小石头是南韩领土，白色沙子是北韩范围。过去敢挑战这条禁忌线，非死即伤。两韩峰会时，金正恩将徒步走向对面的和平之家，改写历史。当北韩有游客，由深绿色军装的朝鲜人民军站岗，风吹草动丝毫不放过。我们的镜头稍稍拉近，立刻有士兵出面警告。而从板门店的另一侧看，当南韩这边有媒体来访，北韩驻军消失，换成迷彩服的美韩联军站哨，但同样小心谨慎，不能越雷池一步。无论南北韩，现在都将板门店规划为旅游景点，双方各有一套诠释历史的剧本，也少不了政治宣传。但肃杀气氛也不免碰到游客掺杂嬉闹。过去60年，板门店见证朝鲜半岛的情势，晴时多云偶阵雨的气氛变化。北韩的国旗始终高过南韩，终结冷战关键也在北韩。金正恩现身欣赏南韩女子团体的唱跳演出，他是史上第一位观看南韩艺术团现场表演的北韩领导人。过去不准看韩剧、不准听韩国流行歌曲的禁忌，甚至可能遭处决的传闻，似乎从这场名为《春江志》的演出得到释放。여기계신북측많은분들이호응을엄청잘해주셨어요박수도많이쳐주시고平壤的统一大道有两个女人共举一个和平盾牌，上方是朝鲜半岛的完整地图。分裂的国土，未来是统一还是和解共治？和平的希望何时绽放生机？不止两韩人民在乎，全世界也在关注。